工作多不要来占位，自嘲全明星第一季最渺茫。我今天看起来非常的开心，一定要先开心一下，毕竟可以在三队中先进入总决赛，这是蛮不容易的事情。第四季全明星运动会14号录制总冠军赛，抢先拿下总冠军门票的红队，究竟能不能上演小杰复仇记嘞？据悉啊，中场比赛办在台大体育馆，透过艺人社群动态推测，中场对决是蓝队 PK 红队。来看看学长姐都是谁来啦？小美戴上冠军戒指加持，夏荷西写下蓝队总冠军，王子呢穿上黄队队服力挺郭哥，红队还特地做了小杰你就烂梗图应援。我觉得这一季我比较像是抓住他们的心一起走，就我比较了解就是每一个人的个性是什么，然后对他们用什么方式来去让他们可以变得更好一些，不会就是可能拐弯，像前几季不太会表达或是拐弯抹角，每个人就每个人想法，然后每个人心情不一样，我还照顾大家心情。我觉得我没有，我这一季就是领队，我这一季就是要做好领队位置，我不管你们私底下有多少工作。我以前的想法可能会是觉得大家都是艺人，那该去工作该去赚钱，然后有空来录全明星也不会对他这么严格，但是我这一季是我就是领队，我就是确保我们队上就是要有训练要有成绩，所以我很直接跟他们说，工作很多嘛，那你要不要就是不要来参加全明星，因为工作是那你要不要换掉你就不要来，你就站这个位置然后你又没有办法表现，你就真的不需要来，不要再来。谁哦？可以请假蛮多的，要讲吗？算了啦。那如果红队最后拿下总冠军，应该大家都会觉得说小桃是大红。因为小桃加入了这个部分，大家很努力的这个精神，没有因为小桃加入而被就淡化掉，我觉得对其他的选手很不公平。再往前推几周，其实小桃还没进来，我们整体的整合的速度跟我们的比赛的优势就已经在很稳定的输出了，从很下面然后慢慢的已经整合到然后已经在冲刺阶段，甚至要往高峰走了。当然小曹是很大的战力没错，我觉得他这一次主要来的目的是辅助整个红队，尽量都不会让小曹就是上场率是高的，我觉得尽量让我们原本队员在做表现。我觉得小曹很重要，但不是我们现在最主要的就是可以拿到冠军的这个原因。对，因为如果可以拿到冠军，第二季应该就拿到冠军。我觉得一个人真的没有办法，真的是没有办法完全就是可以影响整个团队的成绩。有没有谁私下你找你聊的艺人需要你心里？嘉升啊，陈星这种，其实我就有私底下打电话跟他们聊了一下。表现好是一定是很大的重点，但是要怎么去配合团队来一起去成长，我觉得这是运动会里面真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不是真的不是你一个人特别突出，你就可以拿下总冠军或是怎么样，我觉得这是不一样的。但陈星现在真的收敛非常非常的多，我比较常盯的应该是夏普洋，因为普洋是红队的状元，所以我对他的期待也会是蛮高的。但其实他到现在他一次 MVP 都还没有拿到，我觉得我定他应该就是精神上面的，就是需要更多一些跟团队配合的方面之类的事情。他有那么好的运动能力，然后又有那么好的表现，但因为他的情绪上面跟他的在场上不是这么很冲动的这种表现，影响到他之后的表现，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的对我来说很可惜啦。当然他是我的主要上场的选择，但如果他在一些可能情绪上或是不在那状态的时候，我是很快就可以把他换掉，富士躲避球。其实他是我的先发的名单里面，但因为他在场上其实有点失控不受控，甚至还自杀式攻击。回来吧，夏无恙，自杀式的攻击。对，因为在场上其实我们是优势的状态，但是他用了一个最不好的方式来解决这一球。下一轮我就把他换下来，然后到最后一场一直都没有让他上场。那陈星的工作让你很烦恼吗？陈星运动能力表现我真的完全不担心。我觉得他跟普洋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普洋是比较积极态度型的，那陈星是比较你要鼓励他，然后他才会表现。如果你比较偏是你这样做不对，那样做不好，他可能就会闷在心里，他会表现不出来。我觉得两个人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像陈星，
我还蛮就是在提醒他说不准他脸，甚至轻轻打他的脸这样，对，让他就是记住就这件事情。然后再来就是阿嘎老梅这种，就是哇，他们两个就是很投入在赛场当中。其实老梅虽然在我们团队中不是像前面段班这么的出色，就是这么会让大家看见，但是我们队里还是需要有老梅这种稳定输出的这一层的表现，他一直在 push 整个团队。那阿嘎就真的太感动了。我知道他训练的时候是最早到飞靶场，我们都差不多五六点，超级早的。然后他永远是第一个，然后先练习，因为他是队长，然后要照顾整个团队，然后又要安排课表，可能没有上场表现，或是表现不好，还要被网友就是一直说他都没有上场。我也很直接跟他说：“阿嘎，你的能力真的没有很好，不管速度，不管敏捷，不管什么跳啊跑，你都没有人家好。但是静态的，你必须要把它练好。如果你静态都没有练好，你真的上不了场。”我很直接的跟他这样讲，所以他就一直很认真的练这个飞靶，他也很争气，就是三发三中，就让我非常感动。还入围了。对啊，MVP 应该给他的。真的。他女生部分。其实小豹整体能力不错，他其实是偏比较容易焦虑型。记得有一次我们的跨栏的比赛，说老师，你跟真的不要紧张，你知道在跑步这项就是运动里面，女生八个人。你是在倒数后面三个人，所以你根本不需要紧张这件事情，因为大家对你其实不是有期待的。我可能说这样比较直接，然后不会有人关注你在跨栏上面的成绩到底有多好。没想到他那一次就跑出女生，我记得是第一名的成绩吧。雨飞算是一个肢体就协调上面有一点手眼的部分有一点严重点，就是有点障碍的人。他可以直线，但他没有办法左右或是前后，他那个距离感是没有的。所以开始练雨飞的时候，其实还蛮辛苦的。我觉得雨飞很让人感动的地方是他没有放弃他自己，他很努力，很花很多时间在做训练。老大，什么时间我可以再练桌球吗？我还想再去加强。然后我就心想说，我不住在台北。我觉得他是会让人家害怕的选手，包括我有时候会跟他说。好了，可以休息，不要再练。我觉得难带是我自己的问题。说真的，因为完全超没经验的，就不知道怎么带整个团队，所以你一直处于在一个非常渺茫，就是非常……我确定我还可以吗？一直在会在怀疑自己。那哪一集最渺茫？第一期，我好像就只是出现在镜头前面，几乎啊，因为我也不知道要讲什么话。对，就每届一季就觉得自己压力很大，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件事情不是我擅长的，对手又是像前姐这种带队哇十几年、二十几年这种经验，其实我遇到镜头要讲我自己故事，我都会有困难的人，然后我要去带十个人，然后还要去鼓励，而且完全零经验，这对我来说真的太困难了。现在越来越知道怎么去做，越来越成熟了吧？所以接下来第五期的部分有第五期吗？如果有，我真的不知道，但还是会期待啦。第十期的冠军赛先拿下再说。那小杰因为这个节目现在一生气，一生气，太开心了。对，现在想让你们带队，三个头版先选上轨道，上轨道了，还没有到赚钱，但是一直是比预计的成长速度再快一些些。那是可以发年终？不行，年终看看。对于自己今年的演艺成绩这部分是满意的，还是哪些遗憾？我觉得蛮满意的地方就是我可能就开了球馆，然后把我最喜欢的桌球就分享给大家，我就希望可以明年可以再就增进自己一些就新的技能。例如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戏剧我可以试看看，就至少先去学习这件事情，不管是唱歌或是主持方面，我都想就是看有没有更多可能的一些方法，就让我更充实一些。还有其他的遗憾就让他去会积极去处理，不管结果怎么样，就是照着这样发展，但是绝对不会放弃是积极。去日本的话就带上我好不好？罗马尔运彩砸十万，回收130万，凤梨叔叔崩溃输掉宝马劳力士。
2022卡达世界杯足球赛，阿根廷击败对手法国，全队拿下大力神杯，梅西在上头留下了 DNA。而最强后盾马丁尼兹成为本届最佳守门员，差点呢就把金手套当作飞机杯了，还背后石油王表情不见不疼。这个人很皮耶。鸡排妹19号放送白蓝色蕾丝马甲 po 文庆祝阿根廷夺冠，周一春风以及宽达都搬出10号战袍，把他世足明灯凤梨叔叔这回重注法国再度GG，表示自己将 BMW 宝马手上的劳力士统统变现，姆巴佩给我生命的曙光，冠军赛又把我推进万丈深渊呢。都给你上来了，十二码法国十二码来呀啦，法国十二码啦，姆巴佩啦，小姆啊呀五吧打一个为什么自己下注买两队进球及2-2平局，依照当时的赔率呢，会是13倍，可以拿到130万。但是嘞，他对此回应：我下两队进球8万，其他2万分散波单，没有到百万回本啦。各位，我现在就在世界杯的现场，但是我旁边的座位是空的，为什么？因为我老婆还没到，她的车开不进来，因为她的票在我的助理这边。哇，我的妈呀！各位，阿根廷现在2-0获胜。Yeah， 上半场准备快要结束了，希望今天他能够捧起大力神杯，也希望 Vivi 能够赶快赶到。没想到连看世界杯他都迟到，我的妈！最后一球进了就赢了，进了就赢了。霸凌全明星林日树元凶，流星雨还原尴尬庆生内幕。终于结束了，耶！撒花，很希望赶快把自己的状态调到最好，因为毕竟你看，场上准备一件无袖的衣服，对，你知道怎么样吗？我直接超重了，我怎么那么重？最美玉帆流星雨从全明星四毕业啦。先前黄队爆出林日书遭到霸凌退赛，他在受访时还原真相，也透露直到录完总冠军赛，黄队都无法摆脱的魔咒。我们通常只要第一项输了，后面两项就不妙了，从来没有第一场输然后后面赢过，通常就是输到底。我们直到最后一集我们都没有变。因为郭哥对于你们跟霸凌来的表现，他有给你什么评论？反正他的意思是说，不管说这个旅程我们有没有赢得冠军，其实对他来讲都不重要，就是重要的是我们大家的感情是非常紧密，这是不可磨灭的。一开始加入黄队是你本来就心里在第一区，对不对？我一开始想要去前姐那一队，其实我是比较不知道怎么跟异性相处，其他两个领队都是男生，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跟前姐会沟通上我会比较有安全感。后来变成黄队就算了，然后还6个男生，只有4个女生，我不知道怎么跟男生讲话，就是除了志宇以外，因为志宇就是比较算是我们姐妹，所以没有啦，没有，因为他就是年纪比较小，然后比较贴心，就很像我弟，他从第一周就很像我的亲弟弟，就一直叫我姐姐什么什么什么。但其他人的话，包括郭哥，我可能一天跟他们讲不到3句话。有一次我们有开会，然后大家把心里话讲出来之后，我才有就是主动去找他们说话。那如果谁是你觉得你
说话前、说话后，你觉得最大的？我觉得应该是我们的状元Zin吧，还记得他就是破纪录不是帅帅的吗？因为他每次跑步前他都会先拍大腿，就很帅，然后很酷，然后穿那种超紧的那种，就是跑步的裤子。真的深入了解他之后，才发现哇，原来他是一个这么好笑的人。就他口头禅就是“洗杯表”，就很跟他很违和啊。你是会去看网友的留言，会走心的？其实我都会看哎、然后是到那个后面就真的都完全没看，因为之前都是偏好的，是后来才开始有不好的，就对对对对，所以我就开始没有看了。你都一直被网友讲说你是最大的凶手，对，我是觉得没有人有这么大的力量哎、去做这件事情。其实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去做，就是才能做到大家都不要去跟他讲话哎。但是我还是想说的是，你们觉得我跟静心很好，可是那是因为他一开始比较内向。所以我会想要去关怀他，但是我对于所有人，我不只是关怀他。虽然说可能不是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把他变成说是哇谈心的好朋友，但是我觉得我一定都可以把他们当成好的队友、好的同事。九月份的时候，记得那时候我有看到玉树的一个专访，就其实他直接说他跟我不熟，可是我也不会因为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哇，我好记恨这个人，我要疏远他，我要怎么样？因为我觉得那个是他的想法，可是我自己想要对他好，我还是会对他好。像他那个音乐会，虽然我没有收到邀请，可是我还是有去订花，因为我还是会想要祝福他一切都很顺利。对，所以我还是就是都会做这些事情。那就更不用讲队长壮壮跟郭哥对他的爱是非常非常多，因为我也是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们在他身上下了非常多功夫。有，那时候有你们有一个庆生影片被网友放，对，就说好像就感觉你们他是一个朋友，看到影子就开枪吧，就是一个，因为那天是我生日，然后前面其实是排球教练在整我，我还被叫到那个外面黑黑的地方，他叫我打那个排球打50下才能进去，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奇怪，教练干嘛？就是干嘛今天一直针对我？對，后来教练说好了，你进来啦。然后走进去之后，哇，我就看到蛋糕，我就超生气，想说哦，原来被整了。然后我就拿那个排球狂打，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完成那50颗。其实我甚至连那天拿蛋糕的人是谁，还是怎么样，其实我都不会特别知道是谁，或是特别在意这件事情，我完全没有意识到。我只记得为什么教练要这么凶，就那天。我有点开心，其实我看到蛋糕我也开心不太起来，因为我还真的沉浸在那个我被处罚的世界里。那个时候，静心啊，我跟他们都发那些线，增加那整个事情的悬疑。我觉得郭哥吼，他真的很善良，他宁愿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上场道，他不管比赛输赢。其实我们团队每一个人都是非常善良的，我觉得大家不愿意把事情真的。把事实输破，就是最大的温柔啊！那你跟壮壮、静心还是男队友，跟谁遇过有些约他？像红珠就很有啊，彭尊哇，出事哇，他跟很多哎、你改天可以问壮壮哦，很精彩，他们桌球事件很可怕，我亲眼目睹哎、一些可怜的桌球们就被推倒在地上，对，他们说我像一只落水的小狗。对，壮壮，我第一次看他这么生气。你自己有跟哪个队员也有这样子的磨合吗？我印象比较深刻是逸翔吧。有一次就是我们在打合球，因为我手不是骨折，对。然后因为我通常都是做球的那个人，然后我那时候跟他一组，后来我听到他就说你手这样不行，意思是说我因为手的关系影响到我传球给他不好，不行。后来我好像2-3天没跟他讲话，我并没有影响到我自己，真的没有。我就直接跟那个教练说，那个逸翔对我不信任，我可以换队吗？你有跟他讲？讲没有哎、因为其实因为后来我就没有跟他同队了嘛，我就去另外一边，我就去哇，我就同队、对啊，我因为我觉得不舒服，我觉得这样会影响比赛。这个比那还可能，就直接不跟他一起。不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心里面，如果大家有一个疙瘩在，或是你对我的不信任，那没关系，因为我们其实还有其他女队员，那你就是跟其他人一起搭配，你觉得有安全感的人。所以后来因为这样，有跟他关系有
完全没有啊，可是我们也没有就是当面这样讲，没有像没有像他们那么精彩，直接这样对话。我们今天毕业之后，接下来有什么规划？那还是顺着我们走。因为过年一定要回家帮忙。哦，对。对，我还问那个林志宇要不要来我家打工，好弟弟就来我家打工，帮我搬个鱼货。哎，他又很喜欢吃海鲜，哦，我想说很适合你，这个差事超适合你。在哪里摆？我们家在彰化。在彰化。对对对，我还说你还可以住我家，哎，我会公吃公住，然后会给他薪水，多少？1500，1500很多，一天1500。对啊，哦，我真很真心在询问他，哎，我说他目前还没，他其实也蛮能吃苦的啦，嗯，所以我才问他，但是他其实好像一直都被家里都蛮保护的，蛮衣食无缺的，所以我想要叫他来体验一下人生，饶舌歌手要多体验一些，哎，你这样创作灵感。也是会有吧，人家夜市人生，你还市场人生一下。现在感情呢？你说黄队吗？我说你对。哦，我的感情啊，感情对象目前没有。黄队有什么菜？嗯，而且红针说你的外甥，但他是你的菜。哇，红针都不起，因为我不喜欢太多那个毛发的。他有剃过不是吗？有啊，那阵子我就狂称赞他，就哇你这样很帅。可是他一脱衣服就还是毛发，因为他说这边真的没办法。我对男的比较符合你的理想外形。因为其实我还蛮不看外形的。我真的想吃。捅他一刀哎！哇，没有啦，我们就是好兄比较像好兄弟啦。因为一开始我就觉得说哇，这些年纪都好小哦、喔。对。我觉得里面真的完全。完全每一个我都不行，至少年纪要跟我差不多的，要比我大，一定要比我大，大一岁也好的那种。但是后来就是经过相处之后，我有觉得我们队的那个最扛状元就是 Zing， 我觉得他很帅的地方是，不只是他在运动上的表现，比如说他会牺牲自己练习时间来教大家，他其实很孝顺，唱歌又非常非常好听。对，我觉得他。真的很棒。赵小乔砸200万省千金，无奈乳汁不足当奶嘴吸。那焦哥跟苏静都有一个女儿了嘛？那有计划生第二胎吗？哦，来，你先，两岁的恭喜，两岁，你的已经稳定了嘛？那么大了，可以来了吧？我的梦想是对啊，两个，真的，对对对，所以老婆允许就对。赵小乔、黄子佼、毕淑静三位新手爸妈出席活动，畅谈育儿经，场子瞬间温馨起来。那毕小孩有会看你在台上唱歌，他会说什么？他会在电视过去电视前面，然后就亲我。真的，啊、好可爱呀、啊！那么多的辐射在那里，他就会跟着唱。我觉得这个都是 DNA 耶，因为昨天玉米上床，但没睡觉，但他一直在说话。然后我们就在跟谁聊天。是主持人的 DNA 吗？那你们家的应该就是爱演戏了。然后他是真的很爱看镜头，夸张。那我都觉得他有点偶包。啊、你也是偶像团体出身的嘛？你有 DNA 的啦。来，新闻媒体没有，让我们重温一下当年小乔偶像时期。那是七朵花的时候还没有韩团呢 ，OK。话说嘞，目前赵小乔的女儿点点5个月大了，为了生这胎砸了200万上下，目前还有10颗胚胎，不排斥再生一胎哦。其实最贵的不是取卵，最贵的是免疫球蛋白，因为我打168瓶嘛，然后打1瓶5000，差不多80几啦，光免疫球蛋白，那还有加加别的，可能真的就是200左右吧，千金。当我抱着小孩的时候，我马上就会想说，如果我一不小心睡着，或我不小心松手，然后掉下去，然后他就受伤，就会很多这种有点像被害妄想，就我真的会做噩梦，然后梦到小孩不见，然后我哭醒，就隔两天我又梦到我的奶没有奶，护士还呛我说：“拜托，你怎么这没有奶什么？”然后我哦，超少的。我在医院的时候挤了一个钟头，挤0.5。对，0.5，我最多挤奶最多，从来没有超过100包。对，两边4个钟头挤一次，谢谢两边，然后挤半小时，然后没有超过100，超可怜的。对，还是在坚持，虽然就是，他可能喝一喝就是根本就什么都没有，当奶嘴吸吧。全明星
张家生稳出跨栏 CP， 同钻帮红队弹进乌龙球，背脊一阵凉。我们就是打得越简单，然后侵略。不要笑啊！给对方的侵略，轻轻的，静静闭着眼睛。恋爱巴士发车啦！现在被扎的不知辉煌 ，Z 明明也跟卓卓说，小宝他可以。居然呢，蛮喜欢静的啊。我也觉得静超棒。静真的很喜欢男生。那个渣男啊！全明星王队最后一场例行赛被红队耍了光头，在无人区足球、皮克球、男子三对三篮球接连失利，庾澄庆则是拿下 MVP， 三度放风筝。每队都至少有一个女生在场上，但进不到。我的背脊一阵凉。好像是不是这个球是打到了彭尊身体才弹进去的？也就是说，这个球在记录上面要记一个乌龙球啊 ，OG。各位，这可是一个运动。彭尊，你紧张完了没？你很紧张，你也是。还好，哥哥。国哥这场球不给彭尊了，反而给了敖卷 surprise。突然被指派上场的权哥球来就射，迎来高光。好险！选这一季外线应该是他在全明星运动会的高光时刻了，剩下两分钟，哎呦，第一个箭步就踩进去，抓灌了。啊！箭步，这球应该算是后进了，后进了，真的哇，太夸张了，有人成为了海报背景了。这个时候，红队需要一个外线。两边都还挡拆，两边又撤开。这个站住我有点看不懂。庾澄庆，这也许是个西迪战术。现在球迷就平手，剩下二十秒。庾澄庆的罚球前面没有罚进，再次罚进了。庾澄庆十分。对，庾澄庆得分上双，这十分通过他拿的啦。放弃，硬往禁区挤，造成了庾澄庆的犯规。这球不进，平手了，剩下十二秒。小卡已经跟卡卡差不多，要拖到最后吗？这一球上篮得分，黄队剩下三秒，传球上篮失误，比赛结束。其实这礼拜我很认真练匹克球，本来想说国哥算了啦，后来觉得说不行，我要证明这个年纪的自己。而且你们也故意在不守我吧？真的看不起我。放我一个人生活。大海空荡。傻眼啊！练军小十岁姐弟恋修成正果，玩家半年闪驾车神一哥，多一寸能多点什么？可以多一点自信，可以多一点选择，可以多一点特权。当年高速国王大女子25岁一千赫都来得及的林彦君 AKA 151，已经从主持人蜕变成小腿肌炸裂的林选手，实力不止写在小腿上，去年还代表新北市挤进全运会。14号他爆出姐弟恋修成正果，即将在农历年前后嫁给车神蒋胜山。阿丹，你知道最近很多人都说我进步了吗？哪一方面？是骑车，也没有其他方面。不是亲爱的球球，他们都说，哎，你跟阿丹骑一定进步很快哈，他们一定觉得你教我很多，但其实是环境，你把我带去我必须会的环境，不得不就要进步了。李彦君的前一段恋情也是因为4年前骑公路车结识小7岁的韩国欧巴，但交往2年多还是因为文化差异和平分手。阿辉单一年，这回依旧是姐弟恋来着。越野车国手蒋胜山，绰号阿丹，今年28岁，曾多次代表台湾出国参加登山越野车赛事。2018年夺得亚运银牌，在国内外登山越野车界名声响叮当哦。所有
的人都是把车一台一台的牵上去啊，结果我们这个淘气阿丹也太厉害了吧，就这样一阶一阶的给他骑上去呢，真的是神丹呐！边军街骑车聊情商，因为江心富担任教练，进而和教练的儿子江胜山变熟，近水楼台先得山。据悉两人稳交半年，喜事也早在越野车界传开，只要张胜山出席国内外赛事都能看见林彦军的身影。大家加油，加油加油，名次上升了。七月中张胜山到加拿大温哥华，十月到韩国参加国际越野车赛事，林彦军都不惜把手边的工作敲开，一路爱相随。虽然恋情在越野车界早已不是秘密，但演艺圈知晓的人并不多。张胜山虽然是相差十岁的小鲜肉，但个性体贴又稳重，深得林彦军情有认可。38岁的林彦军日前便接受男方求婚，而且他们十分低调，并不想铺张办婚礼。经纪人也表示，目前林彦军肚皮还没动静，不是因为有喜才闪婚的。总之类，恭喜151。全明星涂善存不希望拿 MVP， 如果男女不拘黄鸿升是他的菜。其实当下听到是蓝队需要补人的时候，心里是没有挣扎的，因为鸿升是我的好朋友嘛，也常常幻想说，哎，如果我也跟他同一队的话，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其实能够帮到他，能够让整个团队变得更好，就突然间这个机会就出现了。是他遇见？不是，我出现的时候他是惊讶的。有，不能讲，他那个当下的反应是很真实的。27岁的涂善存先前替补受伤的吴许阳加入全明星四蓝队一员，跟好友黄鸿轩成为战友。觉得可惜，然后我很心疼大家的项目一定是篮球。善存，加油鸿轩，外线出手。其实不管是什么比赛，我都希望鸿轩他是保持着一个就是很有自信、很自由自在的挥洒的这种态度。一场台北骂的时候，我知道他扛下太多责任。其实我们平常打球的时候，就是我切入，然后帮他找到好的空档，然后让他去做一个舒服的进攻。但是因为，全明星运动会的篮球是 FIBA 规则的，跟我平常就是一直以来的训练3-3、5-5其实都不一样，所以我打到真的是有气无力，我光是做防守我都快要没力了。所以其实我在进攻端就没有办法像训练一样给他们那么好的帮助，我觉得有点像可能第一场吧，就沦落到可能陈杰叫他不要投，但他必须得投，因为其实某种程度上是我希望他这么做的，因为我很了解他的个性。你跟他讲太多的规则，跟他讲太多的观念，他在场上反而容易宕机。但是其实如果你让他照他的天分去发挥，我能够在旁边去把他一些可能没有注意到的地方补足的话，我觉得这是我们两个能够1+1=2的方式。但是那一天反而变成是我已经没有力气做切入，然后大部分是由他切入。他比较厉害的其实是外线，但他当下已经投到就是他自己都不相信自己了。那我觉得这个是我没有帮他找到自信，然后最心疼他的原因。阿信那一天的手感是真的非常好，他那天的准度甚至连职业球员在比赛的时候都不一定能够维持这么高水准、高命中率的表现。我那天完全没有挫折，就其实我在打球的时候都是蛮享受的。那天大家也都是已经很尽力防守了，因为辉煌其实他脚有伤，所以他训练的时候也不能太高强度。但那天辉煌他拼了命，就像樱木花道一样，把所有篮板都拿下来。但没有办法，阿星毕竟是甲组球员。哦，只能说撞到头。哦，没有了，就是当下晕一下而已。但是我跟阿星算是就是我们礼尚往来，互相交换鼻子换头。但我那天撞到阿星，我真的哇超级抱歉。我觉得是那场球赛整个都很好看，就是那一下其实我觉得是非常很对不起，我还不断的跟杰哥道歉。我们曾经都是专业的选手，我们最不希望看到就是队友或者是对手受伤。离开室内运动场的我都不擅长，什么田径、跨栏、铁饼、标枪，就是我一定都不擅长。球类以外的我都很吃力啊。我没有太在意那个抬头。第一个是我自己不是状元啊。以全明星运动会这个节目来说，其实没有人是锅底了，因为其实录到现在，你看拿 MVP 的人不一定是原本是状元的人，那大家都可以经过不断的训练，去把他某个专长发挥到极致，所以我觉得大家都是有变成状元的能力了。那接下来有没有想说在这个机会可以拿到一个桌子的 MVP？ 我其实没有想过要拿 MVP，
我甚至不太希望拿 MVP， 比如说像波迪换状元的这样的东西，我希望大家努力被看见，我不希望因为就是大家觉得好像蓝队是补一个人之后他们才赢的，不是这样，我能够给他们的其实很有限，都是他们自己本来的训练内容，所以他们才获得这样子的成果。我觉得跟我原本想象的差不多，蓝队大部分那种相处的氛围啊，互相嘲笑的氛围应该是红轩带起的，所以等于是说红轩把跟我的日常带进蓝队里，所以我算是非常的适应。但我很意外是原来蓝队大多数人都是台南人，像子贤很喜欢玩一些谐音梗，然后嘉佑其实跟红轩走的路数有点像，对，但我觉得这个就是他不管是以状元的身份还是在蓝队领袖的头衔来说的话，我觉得是他的宿命。你有越多的进攻机会，你有越多的球权，当然就越多的镜头，所以你的失误率可能就越高。所以我觉得这你也不能去太责怪他，因为他毕竟不是一个经历一个有系统训练出来的，所以他在场上的判断其实都是他的本能。一个只靠本能就能够这样表现的人，我觉得已经是练武奇才，可能十年难得一见吧。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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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原本是不相信的，但是进来之后相信了。拍戏总会有休假嘛，我们会找红轩几个朋友一起去录影，然后红轩就会每次都说会来，结果当天他就说我今天训练到很晚不能来。然后我们已经在山上了，我们想说你在胡扯啊，不想来就说嘛，为什么要说不？那训练太晚不能来，到底多忙，到底多累？结果现在加入了，我们那个群组我们两个都不会出现。对一个你以演员当做目标的人来说，你会希望就是你是作品是不断能够一直去挑战的。那我觉得那个压力其实是来自于就是你不知道你演员的未来是不是适合你，是不是应该继续做。我没有想要转行，只是你会怕遇到家人就是身边的朋友问你说哎，这个情况你该怎么办。但是我觉得因为你常常在想一些不是那么正面的情况下，你身体一定会比较不好。我的腿会就出了一点状况，在你睡觉的时候它会抽动，所以你会睡不着，或者是你坐着的时候它会抽动。但我去看医生，医生也没有一个非常大就是非常指标性的病因，他只是说就是你压力太大。它有点类似不明腿症候群，大概只维持两个月而已吧，度过那段期间之后它就自然就没有了。如果说以喜欢的演员来说，我会比较想要成为像是林杰克曼那样子，不管是电影、电视、音乐类型的剧，或者是音乐剧，如果你都尝试过了，就是这个人生会才是有趣的。现在还是一样。我对外形没有特别的喜好，但我会比较喜欢，如果他的文字能力或者是他画画、音乐那方面，就是我会特别被这类艺术类的吸引，我会很喜欢跟他相处，不管是抽象表达或者是跟你聊抽象的东西的人，我会觉得他很有趣。啊，都会运动啊？全明星，有，陈瑜就算还蛮。就还蛮是这类型，对，洪轩也是这类型。如果男女不拘的话，陈奕迅台上扮谢霆锋耍帅，演唱会强碰世足赛照样卖光光。需要勇敢生存，我还是重新许愿，例如学会承受失恋。陈奕迅香港红馆开唱只是第八场强壮世界杯总决赛，台下照样坐满满，谢霆锋、梁咏琪一票好友都来捧场。镜，我度呢个 show 3年前，其实我哋2018年开始度，喺度谂，其实本来个 show 咧有另外一个名字。
係我本來咧諗住咧紅館咧就係、是、可以啊，連埋啲氣味咁，包你哋滿足嘅，即係聞到一啲，譬如可能你見到個畫面係有啲即係可能落雨打風咁，可能真係有啲水啊，成個嗰啲係咪叫 4D experience？Anyway， 即本來有氣味啊、感受啊，走埋即其實因為我覺得天氣好好影響人類嘅心情啊，即係一凍咗咧，大家都唔係好想開工啊，係咪其實？咁啊，打網球，打網球，同埋練下氣咁啦，係咯，冇咁嘅肥啊，有機會咧又再做噶啦，咁一路等啊等，所以好開心，終於等到。亦都好多謝。係啊，真係好正。所以有時等下係好嘅，等下係值得嘅。係緊張，但係係驚，但係好彩。It's a good day。今晚世界盃總決賽，冇搞咁嘢啦，搞笑啫。冇嚟到 ，I don't care what the time is。But 我哋每晚都差唔多，其實好公平。I don't know, maybe 31号 ，I don't know, just kidding. I'm just saying， 講下就講下。培训更在台上学谢霆锋耍帅，让台下粉丝冻美掉，直接隔空大喊“我爱你”。可唔可以？可唔可以唔好咁肉麻咧？即系我中意，咁又唔好咁讲。呢啲真系完全夸张咁啊！靓仔呢个真系，我好有自知之明嘅。陈奕迅帮粉丝签名，被老婆拧耳朵，演唱会开张好看的男人帮按摩。其实世事总有好不好，不只得美好。其实我们转喜爱得不到的，手松点也好。来吧，我还好，期望你还好。我肯跟我倾诉。陈奕迅在香港红馆举办25场演唱会，12月20号来到第9场，一森即兴堂弟做了下肢挺卷腹，边聊天边吼了1分06秒，48岁还是活塞了呀！好噶啦，咩除衫？仲兴嘅咩而家？唔系而家唔系兴着衫嘅咩？我边大只啊我？我系瘦咗啲啲嘅。但好自然噶嘛，你做得多啊？你日日你日日咁都得噶，你日日咁啊？唔係唔使啊，你淨咁啊，你淨坐喺度聽就咁樣睇戲。喂，你 feel 下，喂，再開始硬嗱，跟住開始震啦 ，feel 唔 feel 到？开始震咧，坚持。耳朵颤动，手机叽叽叽叽叽叽，才算原来都几耐喎，喂，有冇人攞本杂志嚟睇？咁样，做乜啫？唔得唔得，好攰，喂，翻唔到嚟啊，喂，好攰嚟噶喂。咁樣，哎呀，聲好實啊！而家有冇識按摩？我按摩係得一個要求嘅啫，個樣要靚。我今晚見到好多靚嘅人，唔係淨係男仔，唔係淨。
小心講咗我嘅喜好出嚟先。等一陣，因為我唔會落去下面，所以我喺呢度飲啖水啫，飲啖水。好似而家可以批准喺呢度食雪糕添喎，40蚊，好平啫，成1000蚊張飛你都買得起啦。唔通系我啲口水咩？咩嚟噶喂？我都系率性而为噶，你知啦。唔知第几晚签咗 CD， 而家咧见到有 CD， 唔得啊！我已经俾我老婆嗰、那个，我仲有成十几场啊！翻有机会，我知道你今晚好喐得好好，同你隔篱嘅男仔同埋个女仔度，我知道入晒心噶啦。我會記住你，你帶住喺街度。2024年應該可以，我應該未退休嘅。